给大家录一下这个黑暗之魂三啊，哦，黑道圣徒三。Oh no！好吧。这个是先去那个修车店嘛，然后修一下，就是改装一下车。这个先是教咱们改车。看看咱们路没路过武器店啊？路武器店的话，升级一下武器。因为一会儿可能要打那个胖子，看看附近有没有啊，还都挺远的，那就先去友军的火力吧。哎，等等，应该是先去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去衣服这个地方，那就先去这儿吧。然后之后路上的话是会到武器店的，先去改车。看一下啊，又开回去了。我看一下要不要去那个武器店一下。去吧，直接开这个，反正是直路。Thanks, man.
哈哈，哎，我们先升级一下这个，把它升到最多，升到4级，然后手枪升满。手枪是带爆炸的，然后这个是带火焰的，其他的就无所谓了。把这些子弹呀买满就行了。一会儿可以试一下那个。这个鲨鱼打那个大个到底好不好用咱们要么再抢一辆车吧，看看有没有哪辆车比较好，就这辆吧。哎，不要这辆，不要这辆，咱们要一辆警车，警车还是挺不错的。车往后停一停吧，因为他们一会儿就过来打我们。直接买个耳环就行了。也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控制它呀？可以控制这个大个，试一下。哎，好像不太行啊，可不可以啊？我去。好像都不太行啊，这种常规武器打的。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他对呀？Oh no！这个都不能跟他对。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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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跑跑跑跑跑跑！咱们直接用这个武器打他吧，别打他。先去救皮尔斯，先去救皮尔斯，皮尔斯要死了。
哎哎，好难啊！啊，这个真的是挺烦人的。不在这个房子里打了吧？出去，哎。直接用车打吧，用车打还快一点。哦，我去！哎呦呦呦呦！啊，这个还真的是挺恶心的。然后我去，哎呀，我操，好烦人的这个。哎，这关为什么这么难啊？感觉好难呀！我记得没有这么难的。估计是这面小兵我留的太多了。感觉车里还是相对安全一点。那这些小怪是真的烦了。车有够咸啊，倒是。
搞定，小哥，搞定啦，上车。我去！哎呀，我去！走啦，不乱打了。好了，搞定了，任务结束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。